小根，你有就什么是事？给你起来的。嗯。这么多年一直生病的事。生什么病？他是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嗯，不知道他怎么样羞耻，对这个，疾病有帮助。对，能够，对。对，医学现在暂时的这个骨髓移植也可以是一个办法，但以后可能还有其他疗法，你会痛苦一些。但是如果你学佛的话，你有正知见的话，心没那么苦，心里边有希望，没那么苦，身体会苦一点。嗯，你再稍等一年或者1年半2年，会有好，会有，会可以有治疗方法的。嗯，如果你能坚持的话。还有，我希望你，如果你学佛这一块，如果你能发个大愿，你知道吧？发愿，你带众生承担所有的痛苦、病苦，去这样发愿。然后，但是呢，要按《金刚经》的三轮体空去发愿。我要带所有的众生承担他们病苦，我痛，所有的众生不要痛了；我苦，所有的众生再不要苦了。然后呢，去想无我无众生，无我相无众生相，知道吧？这样去发愿。哎，这要发愿，你不断的去了悟这个无我跟无众生相，眼前就说我为带众生承担痛苦，但是众生没有苦跟乐，没有苦乐，没有众生，就说因为众生相，你是心里有众生相，因为你的苦，你是个世界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认为你是个20岁的女孩子，你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你苦，你的世界里边所有的你在体验，我们因为无明，一念无明来到人间，是吧？人道哎。那么我们本来是空性的佛嘛，你的世界里有你很多眷属，知道吧？你现在体验的苦，或者在其他道众生那儿都有。你作为一个人类，你现在是个人，你觉得我已经很苦了啊，我在体验。但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其他道众生，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体验痛苦，所以才叫三恶道嘛。三恶道因为苦，所以叫恶脸嘛，恶道。当然也是因为众生有果报才下去了，是吧？但我们在人道算是三善道，但是我们有病苦，有死苦，是吧？有老苦、死苦、病苦。那么这些苦是哪来的？其实还，如果从根本上原因，我们是有一念无明才有这个四大嘛，地水火风啊。因为你那个血液是个水大嘛，水里边有很多东西的，知道吧？你水大里边，如果你不认为它是个血，你不要用人类的眼睛看，你就是个水大。水大跟地球上是一样的，所有的长江黄河，所有的水染污了而已，是吧？水里边有东西，它在吃你的营养或者是什么，水里面你养的东西或者是什么。当然说我们不要这样看，只是说水里边有众生，或者是那么去带他们承受痛苦，带所有的众生承受，这个阅历会让你会有将来会有成就，知道吧？在心性上会有成就。哎，就是说，我的痛苦，愿所有的六道众生不要再有，真的是不要再像我这样苦了，去带众生去承担，但是慢慢的破尽我相和众生相。我相一个是头脑概念中认为你是一个姑娘，你是一个20岁的女孩，因为佛说我们的本来面目是空性的，真空里边包含宇宙的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四大不是你呀，知道吧？地水火风而已。那四大里边，火里边也有众生眷属，火大也有眷属，地大也有眷属，风大、水大都有眷属。其实，所以但这个需要经脉转化完，你才能体验的。你是宇宙啊，你是全宇宙啊，你是全宇宙。因为当你就像《金刚经》说，当我们离一切相的时候，你是空性，你是佛嘛。当离一切相的时候，你就活成一切法，你就是一切。当然，有病的是你，没病的也是你。因为一切是包含，甚至这个杯子、花、树、草都是你。那个时候就我执破尽了。你以为我们这个肉体是父精母血生的，它是坚固不坏的。佛说这叫坚固梦想。其实你头脑里边有执着的东西，有一个坚固的妄想在那，有一个妄念，所以你这个肉体四大才如此的在这痛苦折磨你，知道吧？但这些我觉得你一下子让你去进入。还不那么听懂，不那么容易。就说你打静，保持静坐，就说这些修法都可以有发大愿，发大愿去。既然苦了，我就带众生承担呗，是吧？我不要无奈的接受，利用这个四大做点事，利用这个苦做点事，是吧？既然我已经这么苦了，那
希望其他众生不要了，希望父母不要了，希望我的冤亲，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，生生世世的亲人都不要了。哎，希望这个苦啊，能够，就是希望自己在苦里边念一句佛号，能给地狱道众生带去一抹清凉跟温暖，因为让他们那一刻不苦了。因为当你在很多，当你发愿对众生承担这些苦的时候，你念一声佛号不苦了，那可能其他众生也不苦了。虽然你的世界的眷属不苦了，你念一声佛号清凉了，他们也会清凉。就这样观想，知道吗？啊，让他们离苦得乐，知道吗？那慢慢你也会，因为你就是他，你是无我的，没有一个人是自己。你认为的那个你是个三维投影，只是现在有报，有些果报在里面，但并不是说这个不，因为我们就是个业报生嘛，所以才是生老病死嘛。就这样，先从修正上这样发大愿。人家地藏王不是菩萨还下地狱说地狱不空誓不辞，地狱可苦，地狱就很难受啊，很痛啊，喘不过气啊，因为空气不好啊，喘不过气也很辛苦啊，是吧？嗯。地狱有各种病啊，再等等以后，随着你自己的修行，你自然会有以后有什么好的但我也会关注你这个，有什么好的药啊或者治疗方案可以推荐给你，到时候你可以加我微信啊。谢谢。但目前我还在药物其他方面还帮不到你，不用怕。也不用无奈的去接受他，既不接纳他，也不放，也不排斥他，该来的就来吧，是吧？但老师，这觉受一直就是会影响。我知道觉受，我们很难把觉受关空，休息累了就休息啊，头脑有点止痛的啊，也要用一些药，不要死啊，熬着啊，有很多善巧方便的嘛，是吧？哎，能让自己没那么苦痛，你就不要去一定要承受那些苦。能吃麻药，打麻药就打麻药，能吃止痛药就吃止痛片，没关系的，只要不上瘾就行，安心，不要绝望，不要焦虑，静下心来。每你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当我们身体真的是，因为我也病过，我会体验，就当你的身体病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你会更珍惜，如果你的知见足够的话，你会更珍惜生命，因为每一天你都会觉得今天要把这一天过好，也许就是最后一天，都会每天都活得很精彩，知道吧？因为不管是你一个人，还是跟父母在一起，还是跟一只羊在一起，一只猫在一起，还是跟一棵树在一起，或者你面前只有一个苹果，那是地球上的苹果，你会觉得，我会就现在就这些东西，还有痛苦，还有疼痛，还有昏昏沉沉，它就这些觉受，再加上外在的这些东西，但我要活得很开心，精彩，因为谁都会死，是吧？谁都会死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活到多久。总有一天大家都，我们这儿做的大家都会走，是吧？每一天都可能，没关系，那我每天都活精彩。其实这几个月很累，一直好累，我就通常就做功课了，我就什么都不想。因为你肯定累，因为你这种状态很累啊。但药物也是要吃，要一个方，有这药物副作用也是挺厉害，而且你的根本学，你头上你眼皮都有时候拉不起来。就是供不上血，饮食上也适当的注意啊，是该吃饭的吃点，不要太修正这一块就顺其自然些，多祈请佛菩萨的加持，既然你信佛了，就是既然学习，多祈请佛菩萨加持保佑你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挺辛苦，但也已经到20岁，是吧？在人世间活了20多年了，是吧？没个概念。不要去想我从几岁就开始病了，或者我病了很多年了，这种事昨天啥时候得的？昨天就每天，就是我现在不舒服，是吧？这个病现在没有好的，但是我会可能会到好的医生，可能有好的疗法这样。那接下来，既然你学佛了，去发愿，去修正，去安慰自己，他好像没有，就是他就是
就是太累，每天就这么累，嗯，嗯，除了累就是嗯躺着了。好像还没那么辛苦，还可以再辛苦一点，每回都是这样。嗯。嗯，你好坚强。觉得好辛苦，嗯，心不苦，嗯，生苦心不苦，嗯，从小就病了，他其实心里很怕，就觉得自己是个负担了，嗯，觉得怕给别人增添，对，好怕给别人添麻烦，嗯，没关系，嗯，我看到地球上人多病着，只不过有的重有的轻，没几个健康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病了是不太容易了，因为有时候要依赖别人的帮助啊，有时候自己就不能自立了。那大家但是要争取活着，知道吗？要治疗，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时候要就来去请求帮助，不要放弃，知道吧？你多活一天，你终身多担一天嘛，是吗？你要发愿的嘛，你终身多担点。这种愿力将来你在修正里边，它会成就你，嗯，会让你圆满，功德圆满，嗯。嗯，老师他都发了这愿，嗯嗯，就希望这个愿。对，你会好的。但是有那个念头特别多，嗯，特别安静不下来。嗯，去逐渐的思考什么叫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。嗯，当为众生担众生的苦的时候，去没有众生相，苦在哪里？苦从哪里来的？嗯。